前方女骑士大灯准备右转，她的头突然歪斜，整个人被吊起向后弹飞，重摔落地。一般行驶在道路上，突然遇到这个事情，都会，有点措手不及。怎么会突然摔倒？细看画面，原来是马路的前方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电线。女骑士转弯没注意，电线勾到她的脖子，瞬间力量，机车跳过链，连人带车向后惨摔。女骑士气炸抛文，下雨天视线不良，电线挂在路边勾到她的脖子，她整个人被吊起来往后摔。如果速度再快一点，是不是脖子会被割断？如果常常这种事情的话，大家人心会比较不安。事发在台中沙鹿台湾大道跟光华路口，应该是在天上的电线怎么会垂落在慢车道上，害骑士摔伤呢？10月28号曾经遭到大货车勾落，近期的东北季风增强，导致电线垂落。警方说勾断的电线有通知区公所抢修，但又被吹断，维修过程是否有瑕疵？但还好电线没有通电，否则骑士在被勒脖吊起摔飞之外，还会遭到电击，实在是恐怖到了极点。就从而在警城台中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